北立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2年10月12日，今天是礼拜四。这个当我们待会就开放口音，然后今天节目的第二段跟第三段呢，非常的八点档哈。那我也很少做这个内容了哈。我今天做的我都觉得那种重做缝复的感觉哈。这距离大选剩下这个93天哦，这讨论这个东西我也都不晓得到底是，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很 juicy， 然后也准备了很多的幻灯片跟话带要给大家听，在第二段跟第三段，好不好？那第一段我们还是要开放口音，来，大家这么上这个框，倒数93天，嘿，然后礼拜六哈，就是今天礼拜四嘛，礼拜六会有蓝白的会前会。他会照剧本去走啦，反正不到1个月你就可以看到结果了。因为民众党说10月底嘛，啊，现在都已经10月12号了，好，所以很快就会有一个雏形出来。这个爆米花板凳准备好，来，我们来开放我们的call in电话0223639995，哈，距离总统大选剩下93天，这个你支持谁当总统？你希望谁当选？我们正面的表述，这个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上线，来。卡点位啊！我已经跟大家预告喽，待会有这个类似《延禧攻略》啊，好《甄嬛传》剧情的这种好这种张力的这种政治八卦的这种很 juicy 的东西，我们留在第二段跟第三段。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这样讲，抱歉啊，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台面上这些政论节目的主持人跟制作人或者名嘴呢，他们比较不愿意去做这种 dirty job。You know， 好，这种 dirty 叫那种肮脏的工作哈，dirty、dangerous、difficult， 好，就所谓的这种3D 的工作呢，就由我来做，好不好？待会第二段跟第三段再来跟大家报告，用2段的时间让你看8点档，但是在看8点档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接口音，来，你好，哦，辉文哥。既然打通了，想打的时候打不通，不想打的时候还是想打。那我换别人好了啦。既然你打得这么勉强哦，我把狼斗啊。没有，非常想打。那我是淡水的那个小张这样子。我也不认识你啊，你公开刚刚那我写出来赶快。你以前有打过吗？大概3、4年前吧。那时候我们谈什么？我忘了4年前的事情，怎么还记得？对，你讲这个有道理。4年前你打来，我也不记得啦、啊。可是你刚刚讲的，很像我们2个认识一下，我根本不认识你啊。因为常听你在这个节目上骂观众，骂听众。好了，小张，我换别人好了啦。我到底是骂谁啦？那不是，那个不是骂啦，就是说，这个听众不是要。那你觉得你觉得我待会你觉得我待会不会骂你？会啊，怎么不会？不骂就很奇怪了。对，听众就是会捧你场嘛，包括我们嘛，会忠实听众，当然不太可能没。你细你剪卡起来，那应该是讲疫情的代志吧？口罩。对，差不多都有。我根本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问的问题嘛，每天固定的问题，这个我们要第一要投谁，第二我们是谁啊，第三那个支持的原因嘛，对不对？好，你要的不是希望给大家知道不同的意见嘛。张先生，你已经浪费我很多时间了，来赶快讲来。好，我投赖清德，投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他能够把我们以前小时候买不到的武器都买到了。啊，当然跟他没有关系，是他的前一手买的。啊，未来如果有谁能够买到，对，我们可以有一些新武器可以买得到，我一样都支持，不管他是哪一档。好，这是我的意见。那还可以讲吗？还是不能讲了？不，你有什么还没讲完的吗？嘿，好，我那个包括像以前。我们想要买的飞机，那个刚讲过了，现在刚讲过了，你刚讲过了，你要重复立马好了啊！那换一个，当然要，张宪，我没时间跟你聊冷笑话啊！你刚不是已经讲过，你从小要买的武器，然后赖清德买到，所以你要支持赖清德吗？那有没有还要再讲的？再让你讲，你又讲一样的，啊，你不是同我的时间。现在到底是我真的要骂你吗？我才不要，我不要浪费时间在骂你，你蛮好的。啊，你刚刚不是已经讲过武器的东西，怎么又在讲武器呢？你到底要讲几次武器？张宪有备而来啦，我没有心情跟你聊天啦，我就准备第二段、第三段的内容，我都阿扎嘎被戏啊，我跟你聊天。哎，你支持赖清德，我没有意见啊，但是你要言之有物啊。什么叫做投戴清德可以买到我们从小都很想买到的武器是什么？我跟你讲哈、啊，因为我后面没有时间骂你。川普总统答应卖我们的武器，我们什么都没拿到啊。我不是讲拜登哦，现在的美国总统是拜登。我说川普总统答应卖我们的武器，我们一个都没拿到、啊。所以你根本对这东西你根本就不了解，你根本乱讲啊。对了，我是骂你了。来，你好，你好。Hello， 你好。喂 ，Hello， 你好。是，你好。哎，我姓许先生。许先，你住哪里？哎，我住台北。来，许先，请讲来。哎，我可能就是支持赖清德。好，来，没问题。最主要是因为他的整个教育的政策，我觉得还不错。嗯哼。那我自己也有被补助到，所以像0到7岁，他可能就变成是多7000块。然后保姆补助费会增加到13000。嗯，那高中职的部分全免的部分，那大学的部分就是私立学校补贴35000。那如果你又是弱势的话，再多20000，所以55000的补助对一些弱势的家庭其实是还蛮不错的。许先，你几个小朋友？我2个小朋友。那、啊、你怎么对这个数字这样倒背如流？那这个、哦啊、没有了，因为。棍哥也说要你是准备好的才练就对了，因为你讲这些数字我完全听不懂啊，你讲都是真的就对了。对，因为他的政策白皮书上面有讲到。许先，因为我没有小朋友，我对这事情一点都不关心。哦，对，其实还有最主要是因为10几年前，因为我常常跑这个交通委员会去递陈情书，然后有一次在这个立法院附近遇到他本人，然后我就有跟他，因为看到我想说啊，沟通看看这样子，我觉得他的态度。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好。嗯嗯，对。你那时候为什么会跑交通委员会递陈情书？哦，因为很像有一些身障的这个车位的法案啊，可能要做更改或干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会想说多一份热心去递陈情书这样子。那是他当地为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呢。对，那很久了。啊，对。许先，我们讲重点。那后来你陈情的事情有成功吗？哎，当然没有，因为他不是他，我记得他应该不是交通委员会的啦。那你跟他陈情干嘛？因为我遇到了，然后我想说，哎，跟你聊一下，那是不是有机会？那他也是帮我，就是递陈情书或干嘛的。那可能这不是他的权责之内，但是我觉得面对面的沟通，那个感觉是好的。就是说你有本人跟赖副总统面对面讲过话就对了。对，那个很久以前。第一手的交流，你觉得这个感觉很好就对了。对，是温馨的，对，没有错。好，谢谢许先生，好，感谢。你许先生讲的，我较脱节啦。你讲那个什么教育补助什么那个，我真的是不了解，而且我讲句实在话，我也没兴趣了解，因为我没有小朋友啊。好，但是我相信你讲的应该是真的啦，就是说那个什么国家养啦，什么高中职那个学杂费什么那个，之前赖清德有讲过。哎，这个是真的啦哈，这个数字的部分你准备的非常的这个仔细哈，特别的感谢你来。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是你住哪贵姓？你好，我住新北，我姓潘，潘小姐，嘿，她也是，嘿，你在装啊，你在装嘛，我是姑姑了，你在装嘛，我都说你在装了，你还以为我听不出来啊、哦？再见，你要讲什么？没有，我要讲，嘿，好。好，没关系啦。不是的，你要讲什么呢？为什么要再见？我已经好多年没打了。我知道是你呀、啊，不然我为什么说你在装？我要讲这个。你要把那个关掉，会有回音嘿，我都听得到你的回音了嘿。啊，现在听到了吗？不是，你要把那个我关了，对，来，嘿，你那个事情都处理好了吗？哎，是，谢谢关心，一切平安了，哎，好，好，谢谢。对，我觉得。我目前台面上这4位我都不是我的考虑范围，我不会去投票。所以你现在是打来聊天就对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赖先生、赖副总统，一个我不会投给一个不认同中华民国的。不是，徐哥，我们要你要投给谁？然后你正面表述，我没有让你骂人呐、啊，骂人的工作。我没有要骂人呐、啊，不是、啊？那你要投谁啊？你都没有要投，我就要换下一个啦、啊。你都没有要投，你说可以说不投啊？没有投啊！你不投，那你不要骂人呐、啊。我没有骂人，我哪有骂人呐、啊？我不要跟你抬杠了。你这样到底是你要投谁？你要支持？你看刚前面他支持赖清德，我也没意见呐、啊。那你四个都不投，然后你不喜欢赖清德，不认同中华民国，那你不是在骂他吗？基本上都被大哥玩 gay 都丢了啊！你要支持谁？那你四个都不想投，那你就打来聊天了、啊，不然是干嘛？都剩93天了，你看来开杠了都丢啊！你都四个都不想投，那我要跟你聊什么？那我应该去接下一个要去投票的人啊，因为徐姑姑，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说，我们最后93天之后的总统是由去投票的人决定，不是你决定啊。为什么？因为你不去投票，像我也不会去投票啊。目前看起来我是不会去投票，就不是我决定啊，是由去投票的那1400万人决定啊。那你不去投票，那也是你的自由，因为我们有1900嘛，然后大概有1400万人会去投票嘛。那你是那500万不去投票的，那我要跟你聊什么呢 ？A 你不喜欢 ，B 也不喜欢 ，C 也不喜欢 ，D 也不喜欢，那我听你讲这干嘛呢？对不对？你，我不是说你看了这我都看拍谁？你好，你好。啊，喂，你好，慧哥，你好，你好，你住哪贵姓？你好。你好，我是桃园的小蔡。来，请讲，蔡先生，请坐。慧哥你好，我支持侯友宜。好，请说。那因为我希望能够就是政党轮替这样子，这样有点不太算正面表述。那另外我想要如果有机会，我想要问侯友宜3个问题。第一个是你认为这个两岸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蔡总统一直讲说你不能抄我的啦，这是我的问题，你们抄我的。是慧哥。那另外我是想第二个我是想问侯友宜，就是说蔡总统一直说我们这个7、8几年级生是天然股，那请问他同意吗？嗯。那第三个就是说他说要跟那个赖清德辩论，那我想要请问他同不同意民进党提的那个台湾前途决议文这样子？是。另外就是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认为我们跟中国大陆是两个国家。那我想要问一下大家，就是请大家思考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你会不会跑题跑太远了？你这是当我塑胶就对了啦。你这样就当我塑胶的就一直跑题，然后我就一直被你牵着鼻子走，让你想讲什么就让你讲这样。你还问侯友宜3个问题，你跟我讲干嘛？你要去跟侯友宜，因为侯友宜今天有接受那个友台的专访啊。嘿，他去接受了友台的专访，我不晓得你刚刚小蔡你讲的问题他们问，这我不知道，因为专访还没有播，好，所以我不晓得他在这个友台的专访到底讲了什么啊！谢谢大家口音，我们要先进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听众朋友，这个淡水张先讲说他支持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可以让我们买到很多我们从小就想买的武器哈、哦。那个张先，因为我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嬉皮笑脸的跟你谈啊。我们想买 F-35啊，但是美国只卖我们 F-16啊。你有看那个什么 Top Gun 吗 ？F-16是20、30年前美国发明的战斗机，20、30年前的东西啊。当然，它有在升级、在改良，但是美国不卖我们 F-35啊。前一阵子那个金正恩不是射飞弹嘛，美国立刻卖 F-35给南韩了、啊。日本有 F-35，南韩也有，新加坡也有，我们没有，为什么？啊，不是搞讲 rock solid， 不是讲坚若磐石嘛？好，所以张先你用那种嘻嘻哈哈的那种态度跟我口音，我很不高兴啊！为什么？因为你讲的都是错的、啊。我们如果沦为跟大陆做军备竞赛，我们就死定了，就输定了。现在两岸的整个量体这么的悬殊，你跟美国买再多的军火，你都打不赢他、啊。他现在是个大国啊，他不是20年前的北京政权了、啊，他现在不一样了、啊。你怎么还用20年前在看他呢？为什么以前我们叫做海峡中线呢？其实海峡中线这个虚拟的经纬度，啊，是以前的这个美军司令他划定的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为什么？那个海峡中线是60、7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陆是打不过来的。我们的汉光演习的想定是说决战境外。什么叫做决战境外？就是老共根本打不过来啊，在海峡中线我们就把他赶回去了。他的飞机、他的船舰都打不过来，因为我们在海峡中线就可以赢了。所以，我们以前汉光演习的兵推都不会推到什么地雷车、2栖登陆什么的，那个是演习。我们认为我们当时的实力在海峡中线就可以把比赛结束了，我们就赢了。那是以前嘛。你看现在人家的山东号、辽宁号是绕着台湾这样子跑，我们完全没办法。时间不一样，时代不一样的，老共的整个国力跟战力也不一样的，你还在这边什么从小就想要买到的东西，我跟你讲啊、哦，2016年你没有听错、啊，2016年我们就跟美国买刺针飞弹了、啊，美金7900万我们已经给了，现在是2023年，我们一颗都没拿到、啊。你去算算看哈、哦，7900万美金台币是多少？然后7900万美金每年放在银行定存利息有多少？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啊！美国收了我们的这个定金，他一颗飞弹都不给我们，他跟你讲什么？他说：“那因为那个乌克兰战争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刺针飞弹都调去乌克兰了。”是啊，乌克兰战争是2022啊，我2016就跟你买啦、啊，干2022什么事呢？美国就说谎习惯了，美国是个说谎的国家、啊。跟柯文哲一样，他喜欢说谎、啊。他说：“因为俄乌战争，所以我没有刺针飞弹给你，可以啊？那你7900万还我啊，美金哦，还我啊！”美国人吃军火的预算是不吐骨头的，你不知道吗？我们买爱国者3，剩下180亿台币，他不还你啊？他说什么？嘿，你爱国者3每年都要这个软体的升级啦，哦，各种的勤务零件维护什么的。这180亿我就慢慢这个把你的这个东西卖你啊，结余款他是不还你的、啊，这个就是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啊，不要脸的美国人啊，因为他认为不你不跟我买，因为我们都控制在他手上啊。譬如说潜舰，你以为潜舰国造有意义吗？他是骗你的、啊，为什么？红区的设备我们都不会。还用点滴当个秋桃哎！你看一艘潜舰，你像500亿，你错了。乐山雷达站啊，我们盖了400亿啊。长程预警雷达可以预测到新疆啊！啊，你是要去看刘委员吗？你预测到新疆干什么？你有毛病吗？我们是美国的看门狗啊！大陆的战斗机，我们台湾全岛都在它的作战半径之内啊！他要打你，他根本不用出动航空母舰了、啊。那我们买了一个长程预警雷达，最远可以扫到新疆啊？为什么？美国叫你买的，好，你400亿买的，台币400亿买的，你每年要花10几亿在上面呢、啊？为什么？因为乐山雷达站，它最关键的那些技术跟软体，它都不给你啊。在操控的是美国雷神公司的人员啊。那天国防部。蔡总统去视导，他故意放那照片，里面就一个美国人啊。没有记者可以进去乐山雷达站，那是国防部的这个军文社拍的。他故意拍那个美国人给你看，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乐山雷达站里面有美国人啊。我要嘻嘻哈哈跟你聊那些吗？怎么叫做从小想要买的武器？我们买到什么？川普总统要卖我们垃圾自走炮，于北辰讲什么？哈，感谢卖我们大全配，一门自走炮可以抵一个连。于北辰，你真是不要脸啊！美国卖我们的自走炮是已经停产了，他最新的不卖你，他卖你停产了。于北辰接受张雅琴专，那张雅琴也听不懂啊。张雅琴250哦，美国对我们好好啊，卖我们自走炮，结果呢？结果他现在连停产的自走炮他都不卖你啊，阿拉丁自走炮他不卖了，他说不卖就不卖了，你怎么样？那怎么还在跟我扯军售呢？那潜舰那是无底洞啊！你今天跟他买的红区的设备，所有的零件维修保养，我们什么都不会、啊。然后呢，你就是让人家予取予求啊，就跟爱国者3一样啊！你买了一大堆防空飞弹，你都不会维修啊？为什么？他不教你，他也不跟你技转。你要零件你自己做不出来啊，维修你也不会，零件你也不什么都不会，你后勤维修完全控制在美国手里啊。那你买这个防空飞弹干嘛？我不知道，你就买啊，买了一大堆啊。那你觉得美国对你很好啊？我也觉得他对你很好，他很喜欢你，你有钱啊，他就吃你这个钱就好啦。我们跟美国买无人机，他说你无人机可以啊，你的无人机只能侦察不能攻击，那我干嘛？他卖你4台最好的无人机，但是只能侦察不能攻击，他把你拆下来。他不给你武器射控的系统，你只能侦查大陆的情资，第一手情资还要送给他。我们那个无人机买的比印度还贵，我们有比印度有钱吗？国难当头、啊，你真的了解军购吗？我们真的有办法潜舰国造、啊？你支持赖清德，我绝对没意见。第二位台北许先生，他说赖清德的教育政策很好，我要支持赖清德。Fine, OK, fine, no problem, it's OK。你要支持赖清德，你的自由啊。赖清德现在民调领先啊，我要去骂每一个支持赖清德的人吗？啊，我不刚好累死啊！这，唉，我们没有办法跟大陆做军备竞赛。你陷入那个框架，你就死定了，你就输定了。你要跟他比拳头，你要跟他比飞弹，你这是什么意思呢？还叫你要跟他比银弹，比看谁比较有钱？20几年前，我们台湾一个省的 GDP 是整个大陆 GDP 的45%，我们台湾这么小。我们的 GDP 是他们大陆全部的45%，快一半了、啊。现在呢，不到5%，不到5%。我们现在的 GDP 跟福建差不多、啊。这样讲对福建的朋友很像不太好意思啊。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 GDP 大概是大陆的5%、啊，人家在进步啊，可是我们不想看到人家进步啊，就每天骂人家、啊。哎，那军备，你投赖清德啦，我也拦不住你，你就投赖清德好了，好，就让赖清德当选好了，那我能怎么办呢？好，这个八卦的部分还是要谈一下啊，不然我准备这么久，其实我今天准备这个实在是很不开心的、啊、哈。那我今天中午直播啊，有这个网友骂我哈、哦，骂的内容我也看一下。嘿，这个他的名字我把它涂掉了，因为不重要哈、哦。他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来我的直播。他讲什么？他主要的问题是讲说那个朱立伦的部分啊。好，今天早上朱立伦有一个这个记者会嘛。好，诶，陈慧文，你昨天不是这样说的。好，你说朱耀涵当副主席是朱的阴谋诡计。好，赢的是朱的功劳，输的是朱涵一起担责。好，让涵不要接党主席一责。一直影射朱立伦难当大任，好说韩是朱的工具人，你是政治变色龙吗？一天一个说法，只会骂朱，不敢骂韩哈。诶，因为这位朋友我不认识你哈啊，你要来喷我，我也接受了哈。那我现在就播给你看，说到底，来先给我那个朱的部分啊，1010的那个，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我们来播哈。来，我先跟你听。双十节的时候，朱立伦讲什么？哈，这个只有14秒。好，来，市长是我们国民党非常重要的成员啊。我前一段时间就有邀请韩国瑜市长来担任本党的副主席。那我答应要接副主席。那我想，我这个尊重韩市长的回答。双十节是礼拜一还礼拜2啊？礼拜2。好，谢谢。礼拜2啊，今天不是礼拜4吗？这是双十节朱立伦讲的、啊，那个幻灯片阿志已经播出来了，这上面有字幕的、啊，你要再听一遍吗？来来来，这朱立伦讲，这不是我讲的啊！来来来，市长是我们国民党非常重要的成员啊、哦，我前一段时间就有邀请韩国瑜市长来担任本党的副主席，我答应要接副主席，那我想我这个尊重韩市长的回答。这个，我中午被他骂的狗血淋头，我后来我也觉得很不甘愿呐、啊。可这不是朱立伦讲的吗？朱立伦自己说他邀请韩国瑜当副主席的、啊，我不对吗？来给我那个意志消沉那个来，哎，这是前天嘛。好，你看昨天韩国瑜讲什么？好，来我给你看，给你听昨天韩国瑜讲的，好了吗？好来，我刚从海外回来，在这里不会演。海内海外对国民党都是充满了失望，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怎么这么软，这么没有用，这么没有出息，什么事情都不敢勇敢的大声讲出来，所以期待战斗蓝能够擦亮国民党这个招牌。很多国民党党员现在垂头丧气，大家意志上非常消沉。哎，你下面的标要改啊。我下面我已经下面讲到那里去了，你还在停在第一标、哦，你那么喜欢网友骂我，你喜利安娜，你怎么停在第一标呢？我都已经播到10月11号了呢，啊，你给我停在第一标、哦，哎呀妈好了，来，这个是昨天韩国瑜在战斗栏的记者会火力全开啊，炮打诸侯跟党中央啊，好，结果呢，来。给我第5标，好，今天早上朱立伦讲了，好，我播朱立伦的给你听哈，但是我故意留一手，好，我先跟你讲，我故意留一手，嘿，你听朱立伦讲什么？好，来来来，有关他担任副主席的事情，其实已经我跟他之间已经讨论了几个月了，其实是几个月前啊，一些朋友给他的建议，他主动跟我提到这件事情，我当然是很乐意啊，韩市长来协助党务，同时也非常欢迎他一起来担任堂口，来协助蓝百合这件事情。这是今天早上朱立伦讲的，好，你这样听不懂对不对？我故意的，我现在给你听完整版的。好，阿志，我们继续留这个标题，好，这个10月12这个标题，好，啊，幻灯片也留着。好，我给你听完整版的。我先告诉你，前面是女记者提问，女记者的提问很不礼貌啊。好，可能是跟我学的，她的提问很不礼貌。女记者提问之后，朱立伦哗啦哗啦的就火力全开了。好，你听听看女记者问什么。好不好？你听女记者问什么，然后朱立伦答什么。我要先告诉你哦，答非所问不是侯友宜的专利，朱立伦也是各中高手、啊。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听听看女记者问什么，然后朱立伦答什么哈、哦。完整版的这个1分09秒哈、哦，来来来。昨天韩国瑜在台上致辞，他有说到了，其实国民党海内外担心国民党现在太软弱，没有出息。那会不会觉得在喊话给你听？那你怎么看他这样说？我想这个韩市长哈，他是国民党很重要的成员啊。有关他担任副主席的事情，其实已经我跟他之间已经讨论了几个月了。其实是几个月前啊，一些朋友给他的建议，他主动跟我提到这件事情，我当然是很乐意啊，韩市长来协助党务，同时也非常欢迎他一起来担任堂口，来协助蓝百合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因为他出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中间虽然有谈过2次，但是都是要等到他一些国外的行程完成啊，所以这一天他会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不管啊是任何的角色，我相信能够担任副主席就是能够一起来协助党的工作，一起来协助蓝白合的工作，我想是很重要的。那即便啊韩市长有任何的考量，他都是我们重要的成员。对，啊，只给我那个3行的那个，哎，这样你听懂了吗？啊，这个基本上朱跟韩的矛盾是台面化的哈。第6标来哈，国民党是内斗内行啊。啊，这个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这张 CG 是用我的iPad 做的哈、哦。做得很丑，没办法哈。这个我也蛮丢政大广告系的脸，我的美工能力就这样哈。10月10号，朱立伦主动爆料说他邀请函当副主席，所以我的评论没有错啊。完了，我中午被网友骂了一顿，我也没办法，他骂我就骂，反正我每天都在骂人，我被骂是应该的哈。昨天10月11，韩国瑜炮打党中央，对不对？刚已经播给你听了嘛，炮打党中央。今天朱立伦说韩国瑜是自己推荐自己自荐副主席啊。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听？刚刚前面女记者问什么？前面女记者的提问是说，韩国瑜昨天在战斗蓝的记者会刁你啊，你有什么看法啊？对不对？那朱立伦的回答是什么？他完全没有回答女记者的问题，他把韩国瑜自己想当副主席这件事情把它抖出来啊！各位同学，你现在听懂了没？你豁然开朗了没？我们先进广告来。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我跟各位讲哦，你看各台的节目，谁会这样子把话带一折一折调给你听？你欢迎你去参观比较啦，你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我再播一次那个女记者问的。后面朱立伦讲的废话我就不播了，因为我后面还要骂韩国瑜。嘿，想要听我骂韩国瑜的人，你不要转台。我再播一次那个女记者讲的给你听。好，你听一下人家问什么，她的问题是什么？好，你听清楚。好，来。昨天韩国瑜在台上致辞，他有说到了，其实国民党海内外担心国民党现在太软弱，没有出息。那会不会觉得在喊话给你听？那你怎么看他讲说？我想这个韩，你听到没？这个女记者是问朱立伦说，昨天韩国瑜在战斗栏上面的致辞，说国民党现在太软弱，好，就是什么意志消沉啊，什么什么的，好，你觉不觉得韩国瑜是在对你喊话？你有什么回应？朱立伦完全没有回答哎。朱立伦是少爷 ，you know， 这是洪秀柱讲的、啊，柱姐说，他都叫朱立伦少爷啊，那怎么都没有人叫我少爷啊？我比较贱吗？哈，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叫我少爷，顶多以前有人叫我陈董。好，以前你到八大行业，每个都是陈董。哎，当哎啊，叫顾波来啊，当哎，这是陈董，没有人叫过我少爷。等我命比较贱啊，当不了少爷。你看那个女记者这样子问他，然后他根本没有回答女记者的问题嘛，对不对？根本没回答、啊，他问 A 答 B 答非所问啊！这个侯友宜跟朱立伦果然是系出同门呐、啊。他完全没有回答女记者问题，然后他就把韩国瑜求官副主席这拿出来抖了一下、啊。所以我现在用这个时间去告诉你，我再讲一遍哈、哦。10月10号，朱立伦自己爆料说他邀韩国瑜当副主席，他讲的、啊。那个今天中午在我聊天室骂我的人，你怼我干嘛？我没有要选总统哎、欸，我也没有要选立委啊！你把气出在我头上干嘛？你是看我不顺眼就对了，看我看能见，看我比较好欺负，我看起来是好相处的人吗？你从来没有来我的直播，来了就喷我，陈婉婉你是变色龙，我是变色龙，我跟你讲哈、哦，绿的不会觉得我是绿的，蓝的也不会觉得我是蓝的啦。我的处境就是应验了那句话，叫做“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蓝的不会觉得你是蓝的，绿的也不会觉得你是绿的，但是我很自豪、啊，我不用靠国民党，我也不用靠民进党、民众党，我更不用靠郭台铭啊。我没地看赢假签啊，那你说我是政治变色龙，我变什么色呢？你要去监督有权力的人。话都是朱立伦跟韩国瑜讲的，你怎么会怼我呢？你觉得我的评论有问题？好，我检讨。那话是朱立伦讲的，朱立伦前天讲的跟今天讲的不一样，你怎么不去问他呢？朱主席，你前天不是说是你邀他当副主席的吗？怎么今天就改口了呢？那是不是因为昨天韩国瑜在战斗蓝的记者会刁你？其实他昨天虽然没有点名，可是你想，国民党今天选情这么惨，最大的战犯就是朱立伦跟侯友宜啊，不然呢，对不对？意志消沉的，你还要再听一遍吗？因为我没时间，我后面要骂韩国瑜啊，我刚刚讲了哈，来聊天室的朋友，我刚刚讲的朱立伦10月10号跟今天讲的不一样，你有听懂的，请你打3个1。我刚刚这样解释，把这3天来的变化都播给你听的，你有听懂的，请你打3个1。啊，你说混兄，我不知道你等一下，你听不懂的，请你打3个0，好不好？就是啊，我们在立体啊，讲来讲去播了一大堆，你听不懂的打3个0没关系，你听懂的请你打3个1。说哦啊，原来就是这样子，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子，前因后果就是这样子，我已经打通了你的任督二脉。你听我，你听得懂的，请你打3个1。啊，听不懂的打3个0没关系。嘿，还有101哦，你蛮好的，什么时候突然有101跑出来？哈。城市小书童吕小姐安安，你是来听我的节目还是来看吕小姐的？哈，你要她的赖吗？我有，哎，但是我也不会给你了哈。谢谢聊天室的朋友，来，给我那个专访那个 T 台专访那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哈，来我们那下一个标哈，那个标我要跟着动哈，谢谢。我们看昨天呐、啊，韩国瑜故意去接受 TVB 的专访，好，你听听看韩国瑜讲什么，我就跟你讲，我要骂他、啊。你以为我是韩粉的？我早就跟你讲，我不是韩粉啦、啊，我是韩粉的粉，我不是韩粉啦、啊。那个，今天在聊天室骂我那说，你只敢骂朱立伦，你不敢骂韩国瑜。我2019骂韩国瑜的时候，你都没来啊。你问那些比较常来的人，2019我是怎么骂他的？没关系的，我不会跟你计较啦。啊，跨千跨板跨阿这，我播昨天哎，好、啊，谢谢阿志好来。我们听听韩国瑜在 T 台专访讲什么？来，拜痛哭，就是变成抱头痛哭，痛哭变痛哭，不想抱头痛哭，整合叫做成功一条路。在朱立伦要任副主席后，韩国瑜的下一步备受关注。这1、2天会跟大家来报告，也要跟朱主席报告，这个接不接副主席这个事情，包括还有什么不分区的第一名啊等等，我都会一并来表达我的立场。好，这个这是故意的嘛？就故意就跟 T 台，就是之前他不是有一次去泰国回来，跟 T 台约在机场专访，同一组人呐、啊，跨新闻跨个这个我还看不懂吗？你蛮好的，我在圈子20几年的，你好，他故意接受 T 台专访放话了哈。好，那我认为副主席这个求官的疑云哈，韩国瑜应该主动释疑的。好，今天很多记者都跑去问韩办，韩办说不回应，你凭什么不回应呢、啊？你要放消息的时候就放消息，你不想回应就不想回应，欸、笑死人了、啊！真相只有一个，是不是你主动跟朱立伦说你要当副主席的？其实我跟各位解释哈，很多我问你，国民党现在几个副主席？很多人不知道、啊，国民党副主席现在有几个？哪些人是副主席？很多人叫不出来，这不能问黄伟汉呐、啊。你问黄伟汉，他当然知道，但是你问一般人，我跟你讲，你问一般人哦，我相信90%的人不晓得国民党现在几个党主席。分别那几个党主席是谁？你叫不出来了，这叫不出来很正常啊。为什么？我们又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我哪知道国民党几个副主席？这样大家了解吗？所以副主席一点都不重要。好，那副主席算是求官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朱立伦哦，心胸很狭隘啊。他当年怎么对张亚中，他现在就怎么对韩国瑜啊。这朱立伦成不了大事就是这样子啊。你个性决定了命运嘛。你干嘛把这事情讲出来呢？那我问你，韩国瑜他如果真的想去拿这个副主席的这个头衔，他是想当官吗？各位同学，副主席是没有钱的、啊，国民党的副主席不止没有钱，而且不值钱呐、啊。以前马的时候哈，马总统说国民党，我记得最多是到6个副主席呀、啊。好，那时候伟汉应该在跑国民党，以前马英九在当党主席、当总统的时候。我记得有时候到6个副主席，莫名其妙6个副主席干嘛？所以副主席没有权，没有钱，那你要这个头衔干什么呢？如果照朱立伦讲的，就是韩国瑜听了狐群狗党的建议啦，我猜是傅崐萁啦，我猜啦，好、啊，猜错就猜错，我再跟傅崐萁道歉没关系的，好，啊，就是朋友建议说啊，你去当副主席，你当这副主席干嘛呢？副主席能干什么？副主席什么都干不了啊！啊，你现在被朱立伦抓到，好、哦，你在战斗党记者会骂我哈、哦，你骂我，那我就跟你鱼死网破啊！这韩国瑜哈太天真了。你看去年罗志强是怎么死的？罗志强啊，罗志强去年就活活的被宰了、啊。强哥，罗志强辞台北市议员说我要去选桃园市长，我要比民调。你起地丢高、哦，你说比民调就比民调，朱立伦理你吗？朱立伦说我们桃园不能空降啊！罗志强啊，你是桃园人吗？不是啊！罗志强鼻子摸一摸，滚了、啊。后来提名张善政了、啊，我请问你，张善政是桃园人吗？他也不是啊，那为什么张善政可以空降？为什么？啊，罗志强不能空降，但是张善政可以空降，这个就是朱立伦了、啊。你们太不了解朱立伦了啦！唉，来给我那个一左一右的啊！你看韩国瑜那时候贴这个脸书哈，好、啊，这前两天贴的、啊，说他跟柯文哲见面，应该是礼拜一10月9号贴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说他跟柯文哲会面了。我播 T 台专访后面的哈、哦，给你听，他的脸书写什么哈、哦？哎，我念一下哈、哦，4年阔别，老友相见呐、啊。4年阔别，老友相见哈、哦！来，我播那个他在 T 台专访里面他自己讲的、啊。好，来，将近快1年的时间，一直没跟柯市长见面，是怕外面人会想联想太多啊、哦，我们有什么私人的欲望等等没有？所以为什么跟柯市长一直都到双方都提了名之后再见面？坦言见面邀约是自己主动提出，且对话气氛一度严肃，见面轻松。谈话严肃啊！你到底是4年还是1年呢？哎，霍元兄，你怎么纠结这种小事情？是啊，我就纠结这种小事情啊，因为我怀疑你说谎啊，我怀疑韩国瑜说谎啊。那到底是4年还是1年？你脸书写4年，在 T 台专访写1年，那到底是什么呢？那你为什么要说谎呢？我是不接受说谎的，哪有什么说谎这种事情呢、啊？啊，来回那个韩国瑜专访的那个幻灯片，我再播一次他 T 台专访的给你听，好了吗？好，谢谢，好，谢谢阿志，今天特别辛苦来。拜痛哭，就是变成抱头痛哭，痛哭变痛哭。不想抱头痛哭，整合就做成功一条路，在朱立伦邀任副主席后，韩国瑜的下一步。备受关注，这1-2天会跟大家来报告，也要跟朱主席报告，这接不接副主席这个事情，包括还有什么不分区的第一名啊等等，我都会一并来表达我的立场。怎么会是你接不接副主席呢？如果照朱立伦今天的讲法，是你自己想当副主席的、啊，好，那你还主动联系柯文哲、啊，你为什么主动联系柯文哲呢？所以你看到这个那个阿志，我们再回那个一左一右那个，所以你跟柯文哲见面是你约柯文哲、欸，不是柯文哲约你哎、欸，我们都以为是柯文哲约韩国瑜啊，结果在 T 台专访是变成你，那我想请问你，那你现在是已经是汤扣喽？那你用什么身份约柯文哲见面呢？老朋友、好朋友，所以你要去当汤扣，你要自动去当汤扣，你不是副主席，你也要当汤扣，那好啊，那是韩国瑜你的自由啊。好，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哈、哦，来最后一个标，不分区是党主席的特权、啊、是党主席决定的，你不要误会了。赵少康说他建议韩国瑜当不分区第一名，赵少康讲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赵少康不是党主席啊。那你怎么会告诉大家说你要不要接副主席，你要不要当不分区第一名？你不是你，我讲实话，你这个自抬身价、啊。朱立伦有叫你当不分区第一名吗？叫你当不分区第一名，很像是赵浩康讲的、啊。那你接不接副主席？那如果说副主席是你跟朱立伦建议的，那怎么叫做你接不接副主席呢？你在干嘛？啊？这你操作这些东西干什么呢？啊，没关系啦，我跟各位讲，我昨天也跟大家解释那个战斗蓝的事情，也跟大家讲今天韩国瑜这个前言不对后语的事情。我跟你讲，因为哈很简单，我们剩大概1分钟的时间，我跟各位解释哈，赵少康跟韩国瑜，他们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们要搞战斗蓝，他们要弄什么副主席啊、什么汤扣什么的，跟柯文哲见面什么，那都是他们的自由，我当评论员，我当然有我的看法，但他们要干嘛，不用经过我的同意，我也管不了他们了。你要另立党中央弄个战斗栏，我管得着你吗？你要去跟柯文哲见面，然后要跟他谈蓝白合，那也是你的自由啊，不是吗？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现在的国民党党主席叫做朱立伦，现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叫做侯友宜，剩下93天要投票了。赵少康跟韩国瑜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叫做拉拉队、啊。你们是党员，你们都期望国民党赢，那你们就做拉拉队就好。选战让朱立伦跟侯友宜去打，这样子权责最清楚。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输赢嘛就清楚，赢了是朱立伦的功劳，侯友宜的功劳；输了也是他们两个负责，这样不是比较好吗？我们明天见，拜拜。就爱点你 UFO。